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神爱世人》第四十九页，第四十九页，我们把这个文先念一遍。若于众生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回顾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这一段经文意思很明显，怎么个学法？我们重点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佛教导我们，假如你对于众生，众生包括的意思很广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生物。生物都是众生，它有生命。蚊虫蚂蚁是众生。再细细的细说呢，我们身体里面、身体外面有许多细菌，我们眼睛看不见。在仪器观察到的，让我们了解众生遍布在整个宇宙，无处不是。佛弟子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，这就是我们学佛的地方。我们有没有尊重众生？没有做到。为什么没做到？根本就没有想到。学佛在哪里学？原来就在这个地方学。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傲慢的心放下，自尊的心放下，把佛的教诲真正做到，对于众生都是这样的尊重尘世，像对佛一样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对众生这样子尊重？因为众生跟佛一体。佛在哪里？佛在众生。这个说起来不太容易体会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佛有三身：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这三身是一体。佛的报身
通常讲是菩萨。啊，为什么要尊重？我们想成佛，为的就是这个。我们怎样叫祝福欢喜？我们能够尊重一切众生，祝福就欢喜。实在讲，尊重众生是尊重自己，自他是一体，从这个地方展示出来，让我们明白了。啊，下面就把这个说清楚了，何以故？为什么要这样学法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，大悲心是什么？见到一切众生有苦有难，立刻就伸出援手帮助他离苦离难。那么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，我们看到许多人，看到许多众生，众生确实有苦有难，我们是什么心态？绝大多数是加重众生的苦难，不是减少他的苦难。不知道诸佛如来他的体是什么？一境修行正果，正得究竟圆满，这是如来。如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也就是说今佛跟古佛是一体。为什么是一体？一个法身，法身没有形象，法身能生一切法，是一切法的本体，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。我们都疏忽了，展开经卷知道了，经卷合起来又忘掉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时间很长，不但不能成佛，菩萨没证得，阿罗汉没证得，乃至于出果须陀洹都没有证得。什么原因？我们了解的不够透彻，认识不透彻，认知没有放下错误，我们的功夫不够啊！功夫是讲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跟佛经一对照，这些我们没有啊。佛睁开眼睛，看到芸芸众生，大悲心就升起来了。有大悲心，
就展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事业。佛确确实实道道地地身行言教，讲经说法是言教，他的一举一动起心动念完全跟信德相应，信德就是大悲心，大慈大悲与这个相应的。啊，因大悲生菩提，菩提是菩提是觉悟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真心。我们的真心不见了，真心现前就是生菩提心。菩提心从哪里生的？菩提是觉悟，大彻大悟，这就是菩提心。我们不但大彻大悟没有，连个小悟都没有，究其原因，那就是我们对一切众生疏忽了，没有做到啊尊重尘世这一句，这一句没做到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圣贤君子无一不是自卑而尊人，这一句话跟此地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，是一个意思。我们功夫不得力，为什么不得力？没有去追究这粗心大意，下面这一段白话前世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啊，对于众生能够尊重，我们要想这一生有一点成就，要找错啊。面对一切众生，生什么？尊重，不能小看他，不能轻看他，应当看他现前业报。你看到一个蚊子，看到一只苍蝇，这是生物，这是众生啊！啊，只有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他们面对这些众生，能生尊重，知道那是一尊佛。现在迷失了自信，落到六道轮回，到畜生道去受生，我们学佛要像他这样学法，我们将来的果报也在三途。堕畜生道的还真不少了，
佛门弟子真修行者如理如法见到众生尊重心升起来，我尊重他，啊，他这一次做错事情了，在哪里错的？我们现在做错事情，看他的业因，堕落在苍蝇、蚊虫，是果报，是因。啊，什么因都在这个过道。佛告诉我们，贪嗔痴啊，他是愚痴啊，都在出生道啊。他要不愚痴，他不会做我出生道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对于众生不能生尊重心，这就错误了。我们学到这里以后记住，见到一切众生都生尊重心，何况是见到人跟我们在同一道啊，六道里的同一道人道，我们对谁尊重？人道里面有学问的，有道德的，啊，聪明智慧高的，能于地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啊，所以在社会上地位高。我们对他尊重，能不能将这种尊重心拿来对一切众生？我们就能够像佛一样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。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大悲心生不起来。啊，大悲心是同情心，是怜悯心。众生堕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怎么样帮他一把，把他提升出来，这就得用教育。啊，教育像这一方面多半是宗教教育，有啊，不是宗教教育很少，在中国儒释道的教育都是圣贤教育，你认真地学习能成圣成贤啊，圣贤是儒家修学的果报正果，在佛法里面就证阿罗汉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慢慢就通达了，大悲心生起来，接触因于大悲呢，就生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这么来的，菩提是觉悟。换一句话，你真正能够做到尊重众生，
并不是只为了如来欢喜，那些修行正果的人看到你，你在真修啊，欢喜。为什么？又有一尊未来佛快要出现了啊！所以常常记住四个字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你的功夫才会得力。信是经典上的话，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佛教的我们尊重一切众生，我这样做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会不会让别人耻笑啊？我们对于这些愚痴很重的这些众生小动物，通常是生不起恭敬心，你能够生起恭敬心难得啊。佛门弟子遇到的常常合掌念阿弥陀佛啊，恭恭敬敬的对待他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一切时一切处我们看到了，外面境界提醒我们深信，这是大悲心，这是菩提心，啊，对外面讲是大悲，对自己讲是菩提。啊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，正等正觉就成佛了。成佛要这样才行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听经念佛做功课啊，早晚课，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就忘掉了，完全用妄心啊，所学的没有派上用场，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下面倒数第六行，从当中看起。一切诸佛是因为众生才生起了那一片悲悯之心，并于此悲悯心中生起了愿使自己与众生都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求觉悟的心啊。那么因为这个觉悟的心，一切诸佛才能够从凡夫地走向圆满的觉悟，就成佛了，成为通达宇宙万法之真相的大觉者，就成佛。这一段很重要啊，不能念念就过去了。如何学了之后，
就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。我们接触一切众生，能不能升起尊重、怜悯？尊重是他有佛性，他有自性，很不幸他做错了事情，迷失了方向，沦落到这种境界，变成畜生，变成小动物。他要能回头，他要能念佛求往生，他就是一尊佛，他是一尊菩萨了，一尊罗汉了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这才叫解了以后到心了啊，学佛心现在有求解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要把它做到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落实了，这叫行。行久了自自然然会正，正就是这个地方啊，通达宇宙万法之真相，这是大觉。只要念念就不能迷惑，孔老夫子一生在世表现在外面，我们非常羡慕德行，行上加个德，德行温良恭俭让，这五个字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见到孔夫子，你会感觉这个人温和善良，恭敬，这一上来讲尊重臣事恭敬，看看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能帮上忙我就帮你啊！我们看到一个苍蝇在房间里面看到了，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它出去，这就帮他个忙啊！借鉴孔夫子，借鉴礼让，我们学佛的人里面要断贪嗔痴慢疑，外面要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，这是用儒家来帮助我们，儒家是第一个戒体，用这个戒体提升就是佛法了，要不然是白学了啊，决定不能白学，一定要能做到认真学习。真正学佛，诸佛看到生欢喜心，菩萨罗汉看到对你尊重，对你佩服，你快要出头了，快要离开六道轮回了，他在旁边为我们祝福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心地清净的人能感觉到
有佛菩萨佛力加持，有护法神保佑，一切事自自然然很顺利啊，所以信解行正，把这四个字抓住，它是一条龙，少一个都不行，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Thank you.